圣安老球场人民的公园。你信都不信，这个就是老球场的十八号洞的果岭，狗啊人啊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就是大家在这儿散步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门啊，卖票啊什么，这个是专卖店，边上都是酒店，对面那个桥就是大家在那照相，早上出发的人还没打到这儿，你随便走过去照相都行。但遛狗的，大家对高尔夫又有了新的认识吧。有一个感觉不是很好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超贵，包括纪念品、打球啊、房间呢、肯定也是供需关系的问题吧，没办法的。如果你不打球的话，一样可以进来逛逛，跟奥古斯塔是两个概念。不打球，一分钱都不用。跟公园没什么两样。圣安德鲁斯老球场看不出来，这个是号称全世界高尔夫最神圣的地方。我是第一次来这儿，我们后天再打，打球的最后一场，打完了我们就回去了。